那蓄势待发的。这样不是比较好？好力！OK， 再小一点，对，不，断那个掉了，那个掉了，那个要连起来，这三 NG 吗？等一下，我要剪辑了 ，Oh fuck， 他离开对不对？被粘到了，好了，我要装上去了，再下来一点点。可以了。那为什么刚刚讲的？因为刚才这个对，它要前面往前伸一点。下去。OK。再往上一点。可以再上来一点。你还好吗？方向错乱了吗？好，因为那个，这我觉得这要换一下pin耶，pin角度。不是。不行，前进一点点。上，再上。好 ，OK。转，哎，不用转，你这样怎么写？因为那样夹不好。之字形路。再转。哇！你这样侧边写的意思。来西。要怎么过去？转左边啊！啊，上去了，耶！西，也是一样，比别夹好，因为好夹，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 C， 对，这是 C。屁！这鱼，我这鱼，这鱼。你的那个已经掉跑掉了，所以接下来是弄泥土的，要不跑？要跑！哈哈哈！哎，弄掉！你点了四个点，帮扶一下，帮他插进去。对，好。那个家长是不是松掉了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，因为又不能用太紧。对啊。我看到一个 C 了。这什么字啊？这应该是……哦，这是第二个 C 吗？是 U 吧？你没听懂？我觉得你还是要找时间学会怎么骑啊。那是 E 的最上面一画。E 很难写，快疯了。算了。